柠檬嘛，它里面一掰开啊，就跟那个纸浆一样，在西欧那边啊卖100美金做一斤植物界的纸浆，它吃起来口感有一种清甜的酸味，可以作为一个高档西餐的主料。比如这一种呢，又是叫皮果，那蛇皮果形如其名啊，它就是外表非常像那个蛇的皮，剥开之后就可以直接吃，它口感呢有点比我们的传统的梨要稍微脆一点，水果的口味口感吃起来像是更硬一点的这个梨，也是非常的奇特的。这个斑斓叶是我们之前的侨民从东南亚带回来的绿色草本植物，可以做成我们美味的糕点，还有我们的脆饼，还有我们的斑斓酱、斑斓粉及我们的斑斓茶，这在我们当地都是很受欢迎的。